逛夜市吃东西的那摊贩。那比较特别一点是，他们有一个舞台，就提供给当地居民啊，不管你小朋友啊、大人都可以，你想表演的话，都可以到这个舞台表演，跟观光客分享。五十岁开始准备退休了，那上你五十岁还去参加实习工作的选拔，还能够选上，所以周边的亲友都会受到感染，然后大家就变成说。你都可以做到，我们也都可以去尝试。有吃有玩，机票食宿通包，加上薪水，总价值超过150,000。暖暖身，准备代表台湾出赛第九届塞班马拉松的50岁辣妈林永晴，看起来一派轻松。还好呢，因为三月刚在台湾跑了樱花马。好，那反正这一场就是风景很漂亮，轻松的心情，但是尽力的跑。塞班马拉松是当地一年一度的国际赛事。林永晴以身为马里亚纳观光局一周实习生来到这里，尽情体验当地风。马里亚纳观光局以最棒实习工作为号召，希望吸引更多游客观光。TVBS 新闻，林芳莹、蒋继维，塞班采访报道。